演一开始，九比社区等很部落内将合部落甲族族的族群文化特色，老中青三代共同投入社区活动的画面，和平甘委员甲社会处长林俊吾拢非常好乐。新义乡九比社区今日进行社区平鉴的工作，透过干部以及这一年来各项发展资料，不但和平鉴委员感受到九比社区的用心，并且肯定各项民生的进步，尤其居民的深交向心力是上佳难得。至少就是我可以看出来，你们这个社区真正的在落实福利社区化，就是不管是长辈们也好，或者是儿童少年，或者是弱势族群等等，你们就是落实了。福利社区化就提供很多很多的活动，部落的那个精神就是一个大家互相帮忙，那共同生活，然后有什么困难，在这个部落的每一个分子都像一个大家庭。但是我们在九美社区发现到啊，这方面透过理事长、村长、校长，还有所有的一些长官啊，还有这些干部啊，大家联系得非常好。横向的组织的那个资源的连接、做得非常好。虽然平均时间只有短短两三点钟，但九比社区用心展现出各项成果和文化特色，已经让所有平均委员留下深刻印象。其中社会处长林俊吾真感动地表示，九比社区不是为了平均才来发展社区的态度，完全展现社区发展的内涵和精神，让展现我们族群在这个社区里面发挥他的爱，尤其是从宗教里面，我们用宗教信仰的精神来走出这个社会，让社区每一个人都很融合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部分，很多小朋友或是老年人都在一起，这个表示说我们平常老人跟小孩子都是在一起的。尤其是我们九美国小校长哈，女校长说了一句话，我也非常的感动。他说我们九美社区不是为了贫贱而做，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，所以我们参加评鉴，我真的要谢谢他们，尤其教会，尤其学校，通通一起来参与，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。这我觉得我们社区的这个发展的主要精神，他们都具备了。九比社区虽然有原有需要加强的所在，但在资源欠缺的原乡部落，社区成员积极作为，团结的向心力，在平心的心目中，相信已经是有定的社区。记者金山采访报道。